笑，人家自掏腰包为 party 准备这些东西，你们呢？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看来得上惩罚了。你们找不到汉子，就接受惩罚吧。哪有这样的，这么突然？所以赶紧去找啊！惩罚是什么？惨绝人寰，险险，不可言说。不要！你们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啊，把汉子召集过来，吸他们的阳气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凭什么每次都是你说了算？我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人写一个惩罚，怎么样？大家都写在纸上，抽到谁就算谁，这不就公平了吗？不行不行，就这两个人写的惩罚，我用脚趾甲盖都能想出来是什么了。咱们俩往狠了写不就行吗？我就知道，这什么鬼？窗框很脏了，都打不开窗了。正好趁这个机会清理一下。小春春啊 ，party 呢是要享受脱离日常的快乐，你写这么现实，干什么呀？不是你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吗？好了。对嘛，最起码得是这种水准的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这明显是对你有利的嘛。看出来了，当然了，受惩罚的也有可能是我。什么呀？跟房东奶奶说口红颜色不适合你。哎，我真的不懂你们两个人的点在哪里。我愿意。无所谓，反正这么多里面埋藏着一个真正有意义。聂彤姐，你到底写了什么呀？
阿涵呐，你这没伤到手吧？没事的，摔得不重。我说啊，你那个破车都成古董了，赶紧扔了吧！啊，没事，我都骑惯了。哎，听听。哟，盛楠来了。 行，差不多了。小彩，嗯，给咱赶紧弄完，准备上班。嗯，好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骑个车还能伤着自己，骑了这么多年车，闭着眼睛都应该没事儿吧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嗯，安排吗？ 分手了，代表着即使有好事，也不会再有人陪你一起开心；有坏事，也不会再有人陪你一起分担。分手了，代表着不能再关心对方的事情，因为已经没有了那样的资格。分手了，意味着曾经憧憬过的那个有彼此的未来。 未曾来到，便永远不会再来。听说你在上厨师班，那你一定会做很多菜喽。对。你最拿手的是什么菜啊？ 你说这个戚风蛋糕，它又不是伤心凉粉，哭个什么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呀。是你叫我介绍对象给你认识的，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对不起，大姐，你笑一笑，笑一笑好吗？开心点啊。